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会不会成功的重要因素。所以说，运气对王俊凯来说是十分重要的。但是王俊凯的运气得有多好，才能拥有现在如此大的光芒呢？杨千玺和王俊凯对待成功是持有一样的心态的，他们都是以一颗平常心在对待。相对王俊凯的运气，杨千玺显得更看得开一点，那就是随缘。杨千玺的这个法宝感觉真的很符合他的性格，只是这得多大的缘分才让能拥有如此多的千纸鹤呢？感觉这缘分一定是快不惯的吧。而回答最让人意外的就是最后一个小可爱了。王源觉得自己能不能成功就看自己的体质了，是不是觉得这脑洞太大了，画风有点不一样呢？对于王源的成功法宝，相信自有他的道理。如果不是拥有如此年轻健朗的体质，他哪能有现在的成功呢？早就被人甩了几百条大街了。不过体质还是要保持的，不要太过用力的使用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所以要注意多休息呢。相信这也是所有的粉丝想对他们三个人说的话，毕竟光靠运气和缘分是远远不够的，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所以